男性比女性更保守更传统，第二个教育程度高的比教育程度低的更不保守。转大人是一个客观的认定还是主观的认定？有没有说到了十八岁来个成年你就变成大人了？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主观认定，他要有一些的客观的指标来配合他。你什么叫做自己做决定自己负责任，这个是比较简单的，可大家觉得这个不能满足。我非常感谢过去这么多年来这个计划，主要是从中研院主题研究计划，还有科技部以前的国科会的支持，以及社会所经费支持，才能持续到现在。我们想要知道当代年轻人的成长轨迹，那第二个我们的定位的时程哈，是用一个生命历程取向来看，从青少年初期一直追踪到他年轻成人的阶段。那第三个我们当然是想要看本土化的发展模式，升学的压力，补习班的结果等等，其实那才是他们真的是第二个生活方式。一开始大概是5000余位面访，所以我们很幸运可以从我们5000多位样本中找到一些，对，就父母跟青少年做一些深入访谈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样本是2000年时国一和国三，当年的国三是最后末代考生联考的制度，国一是新的制度。在新制下，在前25%的上明星高中的机会显著的高，所以的确教改是带来一些更大的不平等。家庭经验我们在乎的是一个结构，一个关系，父母离婚到底对子女的影响又是什么。在这里我跟大家做一个报告，双亲家庭的大学毕业比例比较高，非双亲家庭高中职毕业的比例比较高，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些教育程度的差异。我们就说家庭结构有没有什么影响，我们知道低生育这个问题很严重，而且婚育包裹的现象，意思就是社会还是不接受未婚生子。我记得我做一个访谈的时候，未婚怀孕的这个受访者跟我说，他其实都不想嫁给他，因为他觉得他跟他合不来不相爱。父母说我不管你相不相爱，你赶快去结婚，生完孩子要离婚再离婚。为什么年轻人缺乏结婚生育动机，这大家都在问。我们先从家庭经验着手，青少年早期家庭经验，不管儿童期青少年期，父母有没有离婚，我们中国家庭很多是父母不离婚可是有冲突的，还有个亲子关系冲突。青少年期的早期经验对你成年初期的约会行为婚姻期望是如何，尤其到了30多岁我们可以讲到实际的婚姻行为，一般来讲会跟你说他自尊低，成绩不好等等，负面冲击，而且常常跟你说会延续到成年期。可是文献上不确定的是，父母离婚之后孩子是比较不想结婚还是反而提早结婚。因为孩子如果不想结婚是因为他看到冲突，看到父母亲子关系不好，可是有些提早结婚是因为他觉得他需要一个关系，他来自资源比较缺乏的地方，他需要一进入婚姻。这个离婚家庭我们特别着重他离婚的时间点，13岁以上或是12岁以下，然后去看看有什么不一样。父母在13岁之前离婚的话，会影响子女婚前的怀孕，但是不会影响你的早婚。青少年初期父母冲突高不会早婚，亲子冲突高会早婚，就很清楚了嘛。但有同居和婚前关系的早婚可能性也高。如果你跟双亲家庭而且冲突低的这一组来比，父母早期离婚经验会导致年轻成年期亲密关系的负面影响。然后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是性别差异的效果非常的明显，他青少年前家庭收入比较高，家人之间关系好，而且他目前有工作的，他比较可能在28岁前又结婚又生育。对女性来讲，如果父母已经离婚或分居的，他比较可能又结婚又生育。可是青少年期他家庭收入高，他自己目前有工作的，他比较不可能结婚，也比较不可能生育。女生如果经济能力高，比较没有认为有结婚的希望跟欲望。所以这个东西给我的反思是什么？台湾的家庭其实很多地方还是在传统跟现代之间的冲击，在那里调和妥协，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行为之间有一些是持续的，有些是不变的。所以如果说台湾还有东亚社会，我们跟欧美地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你研究一个变迁中的家庭，需要在你解释个人资源之外，应该要同时考量文化规范的交互作用。谢谢尹教授精彩的演讲。